就像这个舞台一样，你永远在乎，你永远抓不住他，就是。这个舞台好像有它的魔力，你会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他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值得。这个舞台就是生命里突然出现的光，你见过了光就不想它消失，想一直留在这个舞台上。因为我是第一次上大舞台，然后就感觉到了满满的紧张感，压力就全来了。我很想赖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再唱下去。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这个舞台上多唱一首是一首。不管是谁都是用100%的方式去对待这个舞台。我真的很希望全中国的朋友们能在周五的晚上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这个舞台难得就是在于在顶级的平台上用巨资去扶持那些本应该更多人喜欢的作品和音乐人。我的天，这是我的音乐。你们下一次再一起唱。这里是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的《谁是宝藏歌手》，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豆本豆植物酸奶，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富尔佳，宝藏富尔佳重启肌肤再出发。海天蚝油，谁是宝藏歌手？待会儿见。海天蚝油，谁是宝藏歌手？现在继续，这里是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的《谁是宝藏歌手》，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豆本豆植物酸奶，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富尔佳，宝藏富尔佳重启肌肤再出发。关注海天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海天忠于美味馆，海天蚝油、酱油、黄豆酱、料酒、火锅底料，各种美味一应俱全，还有贴心菜谱哦。谁是宝藏歌手？高光之夜，现在开启。
让我们掌声有请高光之夜主持人何炅。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2021海天豪游谁是宝藏歌手高光之夜，我是主持人何炅。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谁是宝藏歌手的忠实观众，也是28位宝藏歌手忠实的歌迷。所以呢，准确的来讲，今天的这个工作，是我求来的。他们定这个日子定特别晚，我一直在等，我生怕错过，所以今天我来了，感谢大家都来了。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同样出席我们今天的高光之夜我们的观礼嘉宾，他们可以说是歌手背后的人，也是他们很重要的推手，一直支持他们的经纪人们。欢迎我们的观礼嘉宾。我们今天的谁是宝藏歌手的高光之夜呢，28位宝藏歌手将会组成7组4重唱来演唱歌曲，通过同曲演唱，由我们现场的6位推荐人共同商议，在每组当中会产生一位高光代表，坐上后面的高光席位。同时呢，今天晚上我们还会产生2组歌手，会分别颁发最佳现场奖和微博乐评团高光舞台奖。现在呢，7个高光代表的席位已经虚位以待了，我们今晚的演唱舞台将要正式开启。下面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第一组的歌手，有请。请欣赏歌手 Ice Paper、 房东的猫、陈静飞、邓建超带来歌曲《青鸟》。
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忧伤。就让急促的呼吸声与着心跳一同高昂，抬头仰望广阔天空，从你牢笼翅膀飞之前，并能到达梦的终点，一直向前，属于我，属于我未来的天。翅膀飞之前，并能到达梦的终点，一直向前，是那边，是那边雪白云天，是那边，是那边雪白云天，是那边，是那边雪白云天。是不是不容易，对不对？好，我们要把掌声给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四重唱的作品。当然因为我们房猫是两个人，所以呢其实他们是五个人的合作。金飞是什么感觉？何老师，我终于见到活的了，有点很激动。我其实觉得有点伤感，好像就是我刚刚跟大家熟悉起来，刚刚跟这个舞台产生了一些缘分和连结，就要结束了。但是好像美好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小小鸟，然后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青鸟。在今天晚上我们其实都是一个人，就是非常谢谢这舞台，也谢谢我所有的同仁们，还有节目组的所有的人。谢谢大家。留一些时间给我们的推荐人来看看怎么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合作舞台最难的其实就是要叫取长补短。那在同频一个歌里面如何去分配也是很难的，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场。但我也想说，你们用这样一个非常青春的记忆的开场曲，很燃的开场曲，让每个人都想到了自己的青春。我觉得音乐跟青春永远是最契合最吻合的。所以今天这个舞台，我想这些歌应该唤起很多人的青春，也非常感谢几位的表演，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谢谢。因为我们一上来听见了陈静飞唱歌的声音，简直就是盖过了所有人，就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后边 Ice Paper， 然后整个后期播发，然后声音一下就冲出来了，然后刺破苍穹的感觉，让我们对这首歌的无论是原版还是改编都非常的之精彩。谢谢谢谢。我想要说一下邓建超，当时我是你的轮值推选人，这三个月来你在网易云音乐的音乐人指数增长了184，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同时也是观众对你极大的肯定。
哇，邓建超，我觉得大家都很幸运能够拥有《谁是宝藏歌手》这个舞台，我也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向大家推荐这么优秀的你们，你们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好，那下面我们要辛苦六位推荐人要商议一下，在这一组的我们的四组宝藏歌手当中，哪一组会成为他们的高光代表呢？请你们商议，我们会给我们的推荐人一些时间。是不是感觉其实陈静飞表现得比较突出？我觉得是，我觉得从表演上来讲，现场互动煽动性来讲的话 ，Ice Paper 确实是很棒。但是音乐的气质，我更喜欢仿东的包的邓建超。负担马上清零，我也可以变得清爽零负担啊！对，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豆本豆植物酸奶，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富尔佳？宝藏富尔佳，重启肌肤再出发。海天好友，谁是宝藏歌手？待会儿见。海天好友，谁是宝藏歌手？现在继续。这里是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的《谁是宝藏歌手》，《谁是宝藏歌手》音乐鉴赏官，下载网易云音乐畅听独家宝藏歌曲，上小芒社区开盲盒，节目门票送不停。经过我们的讨论，我们已经决定出了第一组的高光代表。那我先透露两个信息，他在这个节目里有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搭档。那你们合作过啊？这个圈一点没缩小。第二个，他和推荐人的合作联名舞台可圈可点。好，那我们就直接来揭晓他的名字吧。他是在音乐道路上永远不会心如止水的 Ice Paper。 祝贺 Ice Paper 成为第一组的高光代表。好，小伙伴们都为他开心，我们也听听看 Ice Paper 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心情。我要谢谢所有人。在这个舞台上，我唱了8首歌，有6首歌是原创，所以我真的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唱自己想唱的歌，真的非常感谢。其实对我来说，参加节目是一件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离开舞台已经有7年之久。对，7年之久。然后加油。所以舞台对我来说
对 Ice Paper 这个名字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我要谢谢每一个推选人老师们对我的鼓励和指点，我要谢谢大老师作为我的推荐人，因为我相信有时候真的是一句话就可以点醒一个梦中人。我要谢谢方景老师，不仅选择和我合作，而且还圆了我和兄弟一直战斗到最后的这个心愿。我要谢谢严泽班，和你一起做音乐是非常非常爽的事情，和你做兄弟是更爽的事情。然后我要谢谢宝藏歌手这个节目，让我感受跟体验到所有的这一切，谢谢你们，我们后会有期。再一次祝贺我们今天产生的第一位高光代表，他是 Ice Paper， 去属于你的高光座位，陈，掌声给我们的 Ice Paper。 Ice Paper上面什么感觉？我想严泽欢你快上来吧。好感谢谁是宝藏歌手这个节目，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做歌手的，我们最熟的可能是自己的制作人、录音师，或者是我的电脑和我的钢琴。我们出来做歌以后，做音乐之后，不会再像学校那样有机会在几个人在住在宿舍里面一起弄歌。但宝藏歌手不一样，他把这么多宝藏的歌手放到一起，让他们互相交流，互相的达成了革命战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好羡慕而且很感动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组的演唱，第二组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歌曲的是四个非常好听的女生，掌声欢迎。有请歌手江美琪、西宾、萨吉、王丽人带来歌曲《人呐》。人呐。越走越沉默。
现舍不得，到底还有多少话没说清楚呢？有时候想不起来争吵的理由，只因我只希望有怎么说呢，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个组合，哎穿的一模一样也是够了太好听了。这里面呢每个人都在我们谁是宝藏歌手留下很精彩的演唱，但是呢其中有一个人是最近这段时间在长沙住的比我都久，就是小美。我听说你就是完全没有到别的任何地方去，就是一直待在长沙，对不对？对，嗯。然后我觉得刚好长沙的口味又符合我的口味，我很爱吃辣，所以吃了好多很辣的东西。是。今天算是最后一次的演出，然后有可能要离开长沙，但是我的朋友还是在这里啊。啊，对。那我们推荐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说情歌是个枕头，江美琪就是世上最好的棉花，因为江美琪唱情歌唱得太好听了，我们都觉得这不可思议发出的声音。我觉得江美琪要多唱歌，因为这些年我们通过这个谁是宝藏歌手您又回来了，我们希望这次的回来就是意味着您永远都在，好吗？谢谢您。嗯，谢谢海泉哥。小美好久不见。很开心，很开心能够在这儿见到你。而且我重要的一点啊，今天我们八组只有这一组是全是女生，七组，对，七组啊，七组啊，七组，四七二十八啊，对，哎对，没事没事，岁数不饶人啊，要想想想。其实我刚听的过程中就觉得这首歌四个人唱比一个人唱还要好听，因为他们声音好和谐，然后每一个人唱和声都这么厉害。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小美老师最后的静下来那段那几句非常打动我。谢谢。那下面也请我们的推荐人来商议，然后小袁会告诉我们这一组的结果。没有别的了哈，好。
委员已经就位了，带来了我们推荐人的这一次的结果，我们听听看王源要怎么样宣布。好的，经过我们推荐人的讨论呢，我们已经决定出了这一组的高光代表。那么我还是一样，我先来说两个线索。第一个，她是个女生。对，这算第0.5个啊。第一个是她穿着黑白色系的衣服。好的，那我直接公布了，我们这一组高光代表何老师。开玩笑，开玩笑。何老师今天是高腰代表，可能是。他的名字是三个字，他曾经说过自己是被时间藏住的歌手，他就是出道20年但是一直在我们身边的江美琪老师。祝贺小美。同时我们谢谢蔡琪，谢谢王丽人，谢谢西边的演出，谢谢，请休息，谢谢。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唱歌其实唱了20年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矛盾的点，然后或者是不敢跨越的地方。这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也吸收到很多年轻的音乐人给我的一些刺激，然后也要谢谢湖南卫视，然后谢谢宝藏歌手这个节目，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然后还要谢谢音乐组的总监董老师、小海、青竹，因为我们每次在讨论歌的时候，他们都花很多的时间，其实要编那么多的人的音乐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也谢谢你们的辛苦努力的付出，让我们每一个歌手可以在舞台上成就我们最好的表演，谢谢。再一次祝贺小美，谢谢，也请登上属于你的高光席位，掌声给江美琪。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高光席位有主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演唱。刚刚我们听了一组是四个女生的作品，下面这一组呢是四个男生要带来一首歌，有请他们。马上就到我们了，我们加个油吧，来来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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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歌手曹阳、鲁怀德、陈楚生、于佳韵带来歌曲《我们俩》。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带甜的羞涩。太多感触，世界崩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中这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沉默。太久了，太久了，是否过太久忘了，忘了开始怎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
哭和笑都懂得在数摸，我心里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谢谢四位的演唱，这是一个爆出歌名大家就嗨了的一个作品，确实非常好听。那么先问一下于佳韵好了，之前有没有试过跟就是三个男生的伙伴一起合作？就从来都没有，然后所以这一次也就挺心里挺忐忑的，因为就是很喜欢抢风头嘛，然后这一次合作是跟三个男生，就感觉风头很难抢，因为其他三位歌手都是非常优秀的。你这个合作的态度不太正确。没有，我这其实就是在抬高他们。其实对啊，讲的我懂你的意思。对。那我们的推荐听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刚一听完，我仿佛看到 Boys to Men 在演出，对，西域男孩什么的哈，对，我就觉得看到这么一个表演很融洽，我觉得真的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男孩团体。其实节目播到现在，出生在网易云音乐里面的音乐人指数现在是724，是属于非常高的一个指数。哇，对，谢谢，很酷，很棒。好，我们同样酷酷的小圆感觉怎么样？上一组是一个姐姐带着三个妹妹，这组是一个哥哥带着三个弟弟。我觉得只有在宝藏歌手的舞台上，我们才能看到类似这样的传承，这样的融合吧。因为楚生哥从14年之前就开始做音乐了，07年，对，然后鲁怀德是95后，对吧？是97年，95后嘛，95后，佳韵94年的，曹阳是91年的。你是人口普查过还是？非常年轻，为什么年轻？都做过背调啊，都做过背调，都非常年轻。我觉得今天的表演一定会成为一场经典的，对。哦。
好，谢谢，也请我们的推荐人来商议，看看这一组当中高光代表会是谁。那现在呢，我们的推荐人也非常艰难地完成了他们的讨论，到底这一组的高光代表会是谁呢？我们请王源来宣布。经过我们推选人们的商议，我们已经决定了这一组歌手中的高光代表。他在这个舞台上曾经和女歌手搭档合唱，把老情歌唱出了新味道。都有吧。他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代表作，应该是吴佳玉。他就是歌手陈楚生。谢谢，祝贺楚生。谢谢。同时我们也把掌声给同样带来非常精彩表演的于佳韵、鲁怀德和曹瑶，谢谢。来，楚生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此时此刻的这个场景好像似曾相识。很感谢湖南卫视，很感谢宝藏歌手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能够认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人。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和学习，然后我自己也收获了很多的快乐和成长。谢谢你们，谢谢。再一次祝贺楚生，谢谢。请坐上属于你的高光席位。好，现在楚生也坐上了属于他的高光席位。下面是第四组，我愿称他为神仙打架。掌声欢迎他们四位。有请歌手赵俊、满江、彭席燕、金池带来歌曲《仰望星空》。我相信有一双手把我轻轻牵到你的跟前，我相信有一根线将梦想与现实相连。我相信有一种缘会把所有的遗憾都改变，我相信就是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我从此不再彷徨，也不再腼腆。
张开双臂，和你一起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太酷了，像不像看奥运会开幕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神仙阵容。下面我们推荐人的感受。确实很炸，而且到发展的最后的时候，每个人的声线都淋漓尽致啊。从音乐表现来讲是这样，我更感慨的其实是，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我往往觉得说时间是敌人，越过越少。可是对于艺术来讲，对于艺术家的理想来讲啊，我觉得时间是朋友。所以宝藏这件事情，这两个字确实不是满大街可以随便吆喝就看得到的。几位真的很非常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我相信这也只是开始而已。哪怕像我的老朋友满江，他说他开始了第二个人生，我觉得这只是众多人生里面的一个阶段而已。每一年我们都很关注各种各样的音乐节目，但是音乐节目背后的理想和野心，还有初心，还有价值观，其实各不一样。那么宝藏歌手，我们此刻能够感受到的其实是这真正对音乐的诚意和敬意，所以我还是想说，一个好的节目也需要给它时间，让更多的人通过时间去发现它是宝藏节目。加油几位。说得好好啊。好，小袁。就是像仰望星空一样，我们看着我们前面可能迷迷茫茫的有很多路，然后但只有那么几颗星星点点，但那些星星点点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我觉得因为是四颗这么闪亮的星，所以下面就非常为难了，因为我们的推荐人还是要在这个四位歌手当中选择一位，把这一组的唯一的这个高光席位要留给他。
那经过我们几位推荐人的讨论，我们已经决定出了这一组演唱歌手中的高光代表。他是拥有超宽音域，能够驾驭多种风格的唱将。他是在宝藏歌手舞台上和年轻歌手合作，奉献了挑战自我的演出。他就是宝藏歌手中的大前辈，音乐人生一段比一段精彩的满江老师。也经过我们推荐人艰难的决定，感谢我们赵俊、金池老师和彭希燕带来的精彩演出。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像是穿越了我们的人生，像是跨过了一条河，然后又像抬头仰望了星空，然后最终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漂亮的舞台。所以在此我真的是想要感谢啊，也感谢一下我们的人生吧。最后再谢谢我老婆吧。这3个月是我特别难受的3个月，所以她总希望我每一次都有变化，所以我跟她经常有争吵，搞得家庭生活都有些不太和睦。所以哎呀，太好了，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就在这样的一个最热烈的时刻，然后让我又重新跟他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再一次祝贺满江，谢谢。下面请登上属于你的高光席位。祝贺满江。现在还有3个宝座，继续我们的演唱。下面是我们的第5组，掌声有请。最后一局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马上。还挺好用的，听说这个。加油，加油。有请歌手樊宇、孟慧媛、裘德、李莎明子带来歌曲《看看》。情节都要你宠爱。
曾害怕那过去，那未来太大成海岸。我的心让你看看，我的心真的，我觉得首先我要那个为我的那个同行要强烈点赞，因为当我看到这个节目，他讲述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企图心和音乐方面的梦想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事情。所以今天走到这个宝藏歌手的最后这一场的时候，是不是又有幸福又有不舍的感觉？是的，这是最后一首歌了，我在这里很幸运的留下了，加上刚刚那首五首歌了，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那未来的日子里，不管是唱歌还是主持，反正都是握好这个话筒，用心握好这个话筒。在第一期录制的时候，李莎明子在网易云音乐里的音乐人指数是540，到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694。所以李莎用她的努力和热爱一步一步地告诉了大家，她是唱作人李莎明子，恭喜你。谢谢。真棒。棒。孟慧圆的声音，虽然一个人在四个人分的一首歌里面其实分量很少的，但是她的声音唱那一小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依然好素好美，然后又很有辨识度。所以听到你的声音真的很舒服。下面也请我们的六位推荐人来商议，在这一组非常年轻的歌手当中，他们谁会拿到唯一的一个高光席位呢？现在我们看看这一组的高光代表会是谁。他和推荐人有过联名演唱舞台，他说自己曾经是被舞台藏住的歌手。他是有梦一定会圆的孟慧圆。祝贺孟慧圆，同时我们也把掌声给今天一起带来优秀表现的李莎、樊宇和裘德。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祝贺你们。其实我想感谢一下湖南卫视《宝藏歌手》给我们提供，像我们这样的歌手提供这样的平台，其实有真的有一种被偏爱和被疼爱的感觉，这种感觉像是双向奔赴，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只需要绽放光芒。然后在这里，因为我是湘潭妹子，所以我很想用我很骄傲的用我的家乡话给大家说一句：打过号，我是闷飞云。我是闷一定粉云的闷飞云，谢谢大家。请登上属于你的高光席位。现在孟慧媛也登上了属于她自己的高光席位，我们还剩两席，下面要请到新浪微博台网运营高级经理江开伟来为我们的歌手颁发宝藏歌手微博乐评团高光舞台的奖项，有请江总。好，下面请江总来帮我们宣布2021谁是宝藏歌手微博乐评团高光舞台奖，获得者是闫仁中、孟慧媛。我的名字，他们所演唱的《我的名字》是谁是宝藏歌手最具声音特色的歌曲舞台。孟慧媛略带忧伤的温柔声线，融合闫仁中声音当中慵懒炙热的颗粒感，把这首歌表达的轴心凸显，自然又真实，反复令人回味。再次恭喜两位。祝贺！谢谢微博，还有湖南卫视，还有这个节目，谢谢所有在这边热爱音乐的人，谢谢。好，下面来，曾俊超，你过来。我以前说过，就是只要有我的就有邓建超的，所以不管是拿什么奖，我都希望邓建超能在我旁边。然后距离我上一次拿奖是我初中的时候拿劳动最佳劳动小能手，所以这一次我能拿到这个奖项，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所以我希望我的好朋友邓建超也能在我旁边，希望他以后拿奖的时候我也能在他旁边。然后在这个节目里我认识了非常多的好朋友，因为刚才我很多感谢话没有说完我忘记了，所以我现在要非常的感谢就节目组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非常好，然后盒饭也非常的好吃，我在这个节目组里一斤都没有瘦，然后因为盒饭我一顿都没有落下过，所以真的很感谢谁是宝藏歌手，谢谢大家，谢谢。这么着急就是要补充一下盒饭好吃，哎，好，那也非常感激这份情感，那么也再一次祝贺我们的两位获奖者是孟慧媛和闫仁中，谢谢。来，再一次祝贺两位，我们的微博台网高光歌曲。接下来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下一组，也是第六组的歌手。有请歌手金海心、蒋凡、何亮辰、陆虎带来歌曲《清风徐来》。激情冷漠也不需容忍，
心刻骨就有一意孤行，越是憧憬越要风雨兼程。要走多远才算走进森林，曾几何时开始细数生辰，誓言就藏怎么自生残忍，青涩难免要被遗憾瓜分。这组在我心中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最熟悉的最亲爱的朋友。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声音都是可能歌迷呼唤很久的声音，然后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面的时候，反而要从歌声开始一点点把自己想要证明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拉回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好，虎鸡，哎呀，虎鸡你现在唱真好。是吗？对呀、啊，来宝藏最好的一期，真的，人生最高光就是今天了啊！是吗？明天都是下坡路了。
别，不是，因为我之前的老师活不过第一期，然后这次活了12期，锤炼出来了，对不对？对，哇，太棒了，高光高光了，今天真的绝对高光。小凡老师哪儿都好，现在唯一一个问题就是太费干冰，就每次演出啊，因为他仙气太重，他永远演出就要一堆干冰在底下铺着，你知道吧？可能是中国史上最费干冰的一位歌手。仙气还不够，因为仙气够的话，干冰都不需要了。什么？别，反正就是说仙气太足，然后让我们叹为观止。星海心老师，我觉得每一位艺人都应该像星海心老师这样，什么叫永葆青春？什么叫永葆活力？什么叫永远是你自己？就是星海心老师都做到了，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习。谢谢。海心和蒋凡老师啊，你们两个的从容让很多的音乐人可以看得到，很恬淡的面对眼前的别人的评价，这样的话可以经过时间历练出来那种美，让更多人看得到。我们还有两个高光席位，我们下面有请推荐人来商议，我们看看这一次的高光代表会是谁呢？下面我们请我们的推荐人代表王源来宣布一下大家的艰难的决定。那我们首先来揭晓第一个线索，他曾经帮助自己的搭档成功揭名，锁定在两位。那他的名字是他是一开口就能叫醒我们的天籁之声金海心。祝贺海心。同时我们也把掌声给同样非常非常优秀的蒋凡老师、普基还有亮晨。谢谢，感谢，祝贺海心。哇，谢谢何老师，谢谢。好像第一期的录制还仿佛是昨天的事情，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今天已经是最后一期录制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是性格比较内向的那种，看到陌生的朋友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开展关系，但是呢他们都非常的热情，然后都会主动的来，就是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希望虽然节目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友谊才刚刚开始，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常联系。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再次祝贺海心。谢谢。好，请登上属于你的高光席位。朋友们，最后一组我们要欢迎严泽欢、严仁中、张雨清和锤娜丽莎，为您带来的歌曲是请你去宇宙跳支舞。让我请你去宇宙跳支舞，让我请你去宇宙跳支舞。那年的星辰早已更难不住
的飞尘已飞远，摆脱了重力的束缚，飞出人世间的荒芜，便能潜入原子内部，遨游于太空最深处，平行宇宙已付出，世界在凝固，不同维度，不同感触，只有你和我仍未停下脚步。让我情绪宇宙将之呼，浪漫的跟随我脚步，在太空漫步，也有何不变的弧度，数一道光束，满天的星辰早已按捺不住，要与我们一起共舞。这是一个对于创作，然后对于我们宝藏歌手的，我觉得是一个最漂亮的选择。而他们选择的是严泽欢自己作曲创作的一首原创作品，来说说那个感受好了。我这首歌没有发过，算是在我们的舞台也是首发，首秀。对，首秀我就特别开心和荣幸的有这样的版本，跟任中玉清吹吹我们这样的一个版本，所以说我很开心。我觉得他们是真的享受。锤锤，真的是超级超级爱这个舞台，而且就我个人而言的话，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式的以歌手的身份登上的第一个唱歌的舞台。然后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再有机会碰到这样的舞台。对，然后就是非常感谢能够把我选来这个节目，圆了我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因为其实我特别我虽然说经常活跃在各大的综艺和搞笑节目里，但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讨厌说话的人。前两天和何老师说，我说不快乐，因为我只想唱歌。我本身是一个有社恐的人，可能你们看不出来，但其实我真的有。从这个节目结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以为我的社恐好了，但其实不是，不是我的社恐好了，而是这里的人刚好都对。谢谢大家。锤锤的眼泪很感人，因为他是真心的热爱唱歌这件事情。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为了能够继续唱歌，能够写歌，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靠自己的音乐才华生存下去，但是他们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就让我回想起来我们过往很多年为了去打一首歌，然后在整场的综艺节目里面去玩游戏啊，去演节目啊，那最后能唱一首歌。但是今天这个舞台非常纯粹，这样的舞台本身就是宝藏，所以我希望这个舞台真的一直能办下去。今年是2021年，也希望2022年以后都有机会宝藏歌手继续让更多的我们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和歌手身边有更多的价值敏感型的听众。谢谢。我们最后一个高光席位要属于哪一位高光代表呢？好的，那经过我们几位推荐人的商议，我们已经决定出了这一组歌手中的高光代表。那首先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哎，锤锤！哇，我真的是感恩戴德。不过也有机会锤娜丽。是的。好，小严请继续。他姓严。他就是唱写编全能，我们心中价值百万的严泽欢。祝贺严泽欢！同时感谢非常优秀的严仁中、雨清和锤锤在最后这个作品当中的非常漂亮的表现。来，泽欢跟我们分享一下心情。我来这个节目是原创开始的，第一首歌叫《凯莉》，然后又是用原创结束的，所以说我爱音乐，音乐爱我。第二件事，谢谢圆儿推荐以及所有推荐人们对我的肯定，谢谢你们喜欢我的作品，谢谢。然后第三点就是 paper。对，你是我这个节目发现最大的宝藏，我答应你一件事情，这辈子你不可能一个人做音乐了。遇到什么难题，你随时找我。然后谢谢28位宝藏音乐人对我的包容。祝贺，来，掌声再次给严泽欢，请登上属于你的高光席位。这是一个今天的高光之夜的一个荣耀时刻，我们的七位高光代表，他们是严泽欢、Ice Paper、陈楚生、江美琪、满江、孟慧圆、金海信。再一次祝贺七位我们的宝藏歌手。从节目开播到现在，最应该感谢的还有我们的海天好友，从开播第一天起，海天公众号就开通了宝藏抢先计划的专栏，为我们的宝藏歌手们提先加油。而在今天的高光之夜，我们的海天好友也送来了抢先福利，本场第一组演唱的歌手就是在海天公众号宝藏抢先计划中获得提先值最高的组合，祝贺他们。再次感谢我们的海天好友，谢谢。在进行下一场的演唱之前，我们将要共同见证宝藏歌手整季最为荣耀的时刻。我们特别请到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台长、总编辑龚正文先生来为我们颁布最佳现场奖，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龚台。
下面请公台来为我们宣布我们的最佳现场奖的得主。宝藏歌手最佳现场奖获奖人是满江江美琪，石头在歌唱。祝贺满江江美琪。该奖项代表宝藏歌手节目整季最佳表演者，他们所演唱的歌曲《石头在歌唱》将抒情和摇滚并行，配合到了极致。作为出道20多年组的时代精声，这首歌的舞台演绎感染了每一位观众，是当之无愧的最佳现场。谢谢，好，谢谢，再一次感谢公台的到来，谢谢。真的是没有想到，也真的非常荣幸，然后能够跟小美一起能够获此殊荣。其实跟小美的合作真的只能产生在这么一个奇妙的舞台上。我也真的也感谢我的好朋友小美，因为是我们两个人真的在一起第一次的合作就有了这样的这么一份沉甸甸的奖牌。我真的也很意外也很开心，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再一次祝贺我们最佳现场奖的得主满江江美琪，好，祝贺。每个人身上都有独一无二的宝藏，只要我们坚持去画好属于我们的宝藏地图，我们就能够被每一个喜欢我们的人看到，在我们的人生路上熠熠发光。这就是宝藏歌手，也是音乐的力量。接下来有请28位宝藏歌手带来合唱《音乐爱我》。我喜欢听音乐，应该是个乐观的人。哇，这个有点催泪。喜欢在音乐中迷失，完全不能看是非。生活在城市中，天天都有霓虹灯，把我们照得太好看，也看不清是否。总听说朋友分手，感情让他们不畅快，不断听难过的歌，也幻想造出了让爱融化你和我，却总是要找闹太多，不安太多，最后还想自己唱歌。反正音乐不会骗我，它就是爱我，什么都给我，我什么都拥有。反正不会骗我，他就是爱我，什么都不管，音乐会心疼我。从没谈过恋爱，却总听说朋友分手，竟然他们不畅快，不断听难过的歌，也幻想走出门，让爱融化你和我，却总是有点难太多，不安太多，最后还想自己唱歌。就是爱我，
其中的人肯定是最感动的。让我们继续带着对音乐的纯粹的理想，用音乐为自己证明。感谢所有观众们每周五的陪伴和支持，即使无人知晓也要放声歌唱。感谢我们的28组的宝藏歌手陪伴我们走过的这个夏天，谢谢你们。在这里也祝愿我们的华语乐坛出现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品和歌手，这得益于我们包容的时代和社会，让多元的文化被大家看到和认可。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2021海天好友谁是宝藏歌手的高光之夜到这里即将要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海天好友的大力支持，我们要谢谢所有的推荐人们，谢谢你们3个月来对我们宝藏歌手的助力和陪伴，谢谢。我们要谢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们的观礼嘉宾，我们的经纪人伙伴们，以及我们的 Into One， 谢谢。在这里要最最感谢的是跟我们一起共同奋战的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让我们谢谢我们的音乐总监董健健老师，谢谢我们的音乐统筹海欣萌老师，声乐指导乌拉老师，感谢我们的乐队总监马克老师，谢谢我们的电声乐队 Max Power Band， 谢谢我们的金海音学乐团，谢谢大家。最后让我们感谢音乐，感谢这个夏天，感谢每一个真诚付出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观众，今天来到现场的以及在电视机前守候我们的朋友们，再一次谢谢大家。这是我们2021年的谁是宝藏歌手，我们期待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宝藏被发现，谢谢大家。同时呢，预告一下，从下周五起，湖南卫视将在周五播出全新综艺《夏日少年派》，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再一次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豆本豆植物酸奶，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富尔佳，宝藏富尔佳重启肌肤再出发。海天好友谁是宝藏歌手，待会儿见。海天好友谁是宝藏歌手，现在继续。